最多最多去谂下就系万里飞字嘅啫，上次啊早段都放得好快，跑直路一千，第二场系三班马，咁主持拣一二四八，都好合理嘅吓，因为四八系得呢两只马赢过嘅啫嘛，同埋上将都入位置，呢精彩用时就一 win 一 Q 一 P 两个落底，都几好成绩啊！咁啊，上将周俊乐跑第三，咁而家换咗个大哥大潘顿排个六档，几好啊！所有好似一切有利条件都喺佢嗰度。潘顿正话只合金之星咧，我真系心悦诚服啦，真系好好嘅。佢搏马就好叻嘅吓。八号当家精神当然系好啦，系咪？只马从未落地嘅，一 win 一 pay。跑两次一 win 一 pay 咁样，100%有位置收嘅，零次落地。不过咧，佢上次有一次退出嘅阴影吓，唔知咩事退出，咁就去咗从化咁样翻嚟啦。咁但系呢只马，一千直路系应该路有专长啦。上次啊俾田泰安骑跑第三嘅，咁而家又转咗俾何泽尧，都有2.5咁热。咁啊，因为赛绩好啊。好啦，仲有一只马上将赛绩好又从未落地嘅咧，而家系六倍嘅一号啊，智力同心嗰只马排个四档何铭年，咁啊上将就系初配何铭年就入咗批啦，咁啊智力同心嗰只马都系有战斗力噶呢只啊，反而见到个六倍，我都想谂下佢。好啦，有一只马咧初出莫雷拉嗰只初出马张灯结彩，咁点解好多人贴佢嘅喎？咁佢都成为咗大，即系成为咗大热之一，唔系大热系热门之一，应该第一二名嘅热门嚟噶啦，都系第二名嘅热门嚟噶啦，次热门嚟嘅。咁啊张灯结彩大家都唔知啦，系咪？不过睇翻马经，佢话佢今季咧五次。试习就四次都亚军咁样啊，咁即系都几好，即系试习积极咁啦。初出落雨，排个五档，配咗个大师傅莫雷拉，咁就4.2倍嗱。根据过往统计啦，我嘅统计啊，就系、是、初出嘅马10倍以下，系表现积极嘅，够唔够跑就睇啲对手叻定佢叻嘅啫啊，即系会系积极嘅，你唔会睇到唔开心咁嘅事啊嘅镜头咁样啦吓，因为你即系赌马赛马，你都要赢到你嘅对手，你都先赢到噶嘛，系嘛，咁所以你落飞啊点点，系一个叫信心嘅指标啫，佢有信心想去搏啊咁样，即系咁啊已经够啦吓，有咁已经够啦。我揀一隻马，揀边隻咧？睇下仲有冇资讯先。马会个速势能量咧，就系8、1、2系排喺啲最高分嘅，8号、1号、2号都合理啊。二号都系靠估嘅啫，边有咁多速势俾你计啊？系咪？所以1同8系几好。我何铭年啊，何铭年跑1000都系第三号嘅人物嚟嘅，即系都几好嘅。一号，我拣只一号啦吓、啊，我上一场都赢咗啦，而家搏一搏只系六倍，最好落下飞添仲好，六倍就1点几嘅位置，1点几嘅位置佢又真系有信心噶喎，真系啊，1.7位置，二号都系1.7位置啊，系咪？佢一號仔有6倍就1.7位置，即係有人喺度買緊保險嘅，應該啊！我試下睇一隻一號仔，睇佢得唔得？再出都跑得好，全勝就終於贏到啦！因為如果要我拖咧，我就拖阿潘頓咯，拖阿一係拖阿潘頓咯，一係拖莫雷拉咁咯，嚇、啊！佢1、4都幾好拖嘅，兩隻馬上次都跑第三。四号就周俊乐换咗呢个潘顿，咁冇理由差咗噶嘛？点出去行啊？做一只初出马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六号仔。哇！呢只马落咗飞、哦，变成10倍、哦。
嗱，如果系而家先落飞咧，个信心仲喺度啊！而家仲系十一。我都睇下咩啦，我睇下一号仔智力同心睇系点。向泥地转过嚟，花圈四十几倍噶，而家三十三啫。系咯，有啲咩特别见到咧？而家落 Q 咧就只三十几倍嘅七号仔啊，八卦 Q 飞有一二三四又五格，就冇啡格，位置 Q 就有都有五格，即系 Q 飞就系咁啦。一号有三格转咗色。应该不是很真的，不是很落飞的。大热门 Q 就是18，就大热位置 Q 就是48，那些8号都是很多人拿来做胆的。算话很出色的骑连配搭来的。时间就差不多了，大钟显示了一分钟就会入闸了。越卖越热啦！八号马呢只当家精神啊，21蚊，位置只系得11蚊啫。骑师就何泽尧啦，其他就大致都系保持住呢啲水平啦。智力同心啊，张灯结彩，精彩勇士咧都系咁上下赔率。好啦，红灯正式亮起啦！第二场嘅赛事，3班1000米，十只马角逐啊！好啦，率先见到埋佢咧就圣意龙啦，电路七号搞掂，再嚟埋佢咧转一转，跟住万里飞字一号马智力同心，哇！只豹仔仍然一个红格，冇绿格喎，第啲啊，好似好有信心咁啊！而家18系大热 Q， 18系大热位置 Q。赛前莫雷拉都有啲信心嘅话，啲口气啊、访问啊咁，他跑成点啦？后面八卦，跟住大热门2倍19蚊，当家精神，精彩勇士亦都准备妥当啊！最后入闸快快脆，时间够啦，咁啊差唔多啦，交俾闸前。系快脆，快快脆嗰啲闸商咧要睇啊，都唔知佢出闸点噶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二场赛事3班1000直路，八是一支独秀大热，快快脆喺度起琴啦，已经随时起步啊！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嘅马咧，中间位置精彩勇士走啦，中间拍住仲有快快脆啦，外栏就八卦啦，咁啊白衫，咁啊大约4-5位、3-4位到啦，仲有呢只张灯结彩响入边啊，最入系万里飞字啊，后多层嘅马啦，有呢只圣意龙啦，咁啊智力同心咧响尾3-4，大棉裤嗰匹啊，入边转一转啦，6-3橙帽响尾2，同一只圣意龙喺度撞咧，就系当家精神马林中间走紧上去啦，好啦，跑咗一段啦，埋边万里飞字，中间张灯结。赛攞到外栏位置咧，就系呢只精彩勇士同埋八卦，再下一层啊嘛，6-3橙帽就系呢只当家精神啊，打开条路俾佢上嚟添啊，响入边位置仲有呢只智力同心啊，好啦，最后80米啦，八卦斗紧精彩勇士嘅时候，入边当家精神上紧啊，再入边咧仲系呢只智力同心啊，最后50米到，当家精神仲系占先咗，精彩勇士第二位，出边八卦过终点，当家精神赢啊，跑第二名系呢只精彩勇士。咁就跑第四啊！我揀嗰只智力同心，即係有啲唔係幾滿意啦。明明出到閘出得幾好，又急劇墮退，跑1000米嗰啲短途啊嘛，電光火石之間，咁你點會蹬咗佢咁厚嘅咧？係咪？咁啊，俾何澤耀贏咗啦！只八卦就係七號仔啊，30幾倍嘅，又係搏，又係爆冷 Q 啦！八号仔，847，好多人中啊呢、這个吓，四号仔入咗 Q， 84系好大热 Q 嚟嘅，热门 Q 嚟嘅。好，嚟一
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嘅马咧，中间位置精彩勇士走啦，中间拍住仲系快快脆啦，外栏就八卦啦，咁啊白衫，咁啊大约四五位、三四位到啦，仲有呢只张灯结彩向入。即系出到闸嘅，即系呢个何铭年，而家都唔见到佢前面嗰只马，系咪即系咁有限嘅？嗱，而家先见佢上嚟，唔知佢跑咩咧？真系啊，短途只马唔系咁差，佢出到闸嘅真系。嗱，你而家都有一段冲程啦。咁啊，當家精神係好嘅，從未落底啊嘛。八號、四號啊，精彩勇士睇潘頓真係好嘢，即係買潘頓仲好啊。今日潘頓勁啊，真係。第一名八號當家精神獨贏21位置派12.5，跑第二名就係4號嘅精彩勇士啦，位置派17.5，跑第三名7號八卦位置派56.5，跑第四名1號智力同心。第二场的 Q 飞，只七号仔有飞，八号仔有几格，是这样的，就是很普通，很濕性。